哎呀，飞！没什么。你在干嘛呀？我在找你啊。找我？你这……我觉得我可以出院了。出院了？对啊。医生说了吗？医生没有说，但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。你看我现在都可以锻炼，我肯定可以出院了。你太幼稚了，我说，要听医生的。医生说了可以出院了，我们就可以出院了，不是的话你这怎么行呢？才几天呀。但是我每天都待在这上面，我好闷啊，闷得慌。那也没有办法呀，你现在吃完药了吗？也吃完了呀。吃药了没有？药也吃了。哦，那走吧，我带你走走。你肯定一个人住在这里太无聊了。走吧，不行，走吧，先把这个东西拿回去，然后带你走走，好吧，快点。阿飞，拿什么？来，给你拿一个卷粉。哪儿买的？我都好久没吃了。这个没放辣椒的，快吃吧。行。怎么样？好吃。你们还得吃。我都好久没吃了，在医院我觉得我都吃不到。走吧，边吃边走。来，分给我。谢谢阿飞。